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 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Kirk。 在三年前，他与我们做过几期纯音频的播客，相信不少的学生也有听过他的节目。那今天呢，你们终于可以见到他本人了。不过其实除了播客啊，他也参与了最近的一期关于德普与希尔德案件的这个街头采访。Kirk 所有的视频链接我们都会放在这个评论区，感兴趣的可以前去观看。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Kirk。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中国的父母是否是控制狂。那首先 ，Kirk， 你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是一个80后嘛，50后的父母。用自己的生活思维来规定子女的前途路线，从而造成了80后子女的叛逆嘛。80后子女的生活的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这种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现象呢，是仍然存在的。那我就是一个父母控制的受害者了。啊，是吗？你父母是怎么控制你的？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就说我身体很差，就是我这个人不擅长运动。小时候我看到别人踢足球，我就想去踢足球，然后父母就说不行不行，你必须去打乒乓球，乒乓球适合你，因为乒乓球不需要那种激烈的身体的那种对抗嘛。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乒乓球，我喜欢足球，我喜欢篮球，我想玩这样的运动，但是他们不让我去做这个运动。我不高，我是个矮子，大概是1.7米左右。那啊，你是矮子吗？是一米，刚过1.7米，就算是矮子吧。但是呢，我。因为我爱好篮球，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仍然去每天去打篮球，但是我的技术还是可以的，我证明我自己可以在球场上生存，然后我证明他们是错的。然后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打篮球的视频，如果我有拍的话。我就想说这个事情就是其中一个案例，是我证明他们是错的，然后你不要再控制我了，我的潜力有很大。你知道有一些控制狂父母，他会用一切方法来干涉你。比如说我妈就经常跟我说，你不应该养狗，养狗对你的健康不好，狗身上会掉毛，毛又会滋长细菌，对你的健康不利。可是我在从我的角度出发，狗是我的家人，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来干涉和控制我的生活。包括以前就是我跟他比较温和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你妈，我可以命令你，我为了你好，好吗？这是中国常见的一句话。这个狗跟我的孩子是一样重要的，我就没有办法让他理解和明白这个道理，他总是要让我去服从他的命令去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他的潜意识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不听这个命令的话，你就是你是反叛我，你就是不孝，不孝子。对对对，他不会说出来，但他潜意识是这样，这就是小地方在控制你。还说到我妈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从小啊，他就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说哎呀，你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呀，我给你买呀，你喜欢吃什么。我说了之后，他马上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不要吃，来，我给你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对你觉得好，你要吃。那他干嘛问你？不是你让我自己选的吗？怎么你又不让我选？我20多岁的时候，我带的女朋友，我跟她一起吃饭，还出现过这个问题。在餐桌上，他就说哎呀，你想吃什么自己点吧，啊，展示的他自己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友好的样子。我心想说，真的吗？我真的可以自己点吗？你不是都不让我点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可以。我
我就将信将疑啊，但我还是说哎，试一试吧啊，说万一这一次他真的脑子开窍了，他说可以，我可以不听他命令了，我就点了一个绿豆饼好像还是什么东西，他看了我点了那个东西之后呢 again 他就马上就说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肯定是什么工厂加工出来的。我心里就说我操你、嗯、然后他就说啊，你必须听我的，对你的健康有好处，我就 she fuck me OK every time。 然后我就火了，我就拍桌子说不是你叫我点的吗，我说我从小到大你都问我喜欢吃什么，当我真的点了我喜欢吃的东西你又不让我点，你什么意思啊。他就恼羞成怒了，他就反骂我，就说我他妈的不听话不懂事，然后又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健康，你吃了他妈的就会死，诸如此类的话。他最后干了一件特别夸张的行为、嗯、他把那个钱拍到那个菜里就说我不吃了我走了，啪就走了，拍到菜里了。 Oh my god， 拍到菜里去了，你说我还有心情吃吗？他不就是要气我恶心我吗？然后又因为我不听话我不受他控制他就要这么对我吗？My God， 但是这几年好了啊，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他，哎，这么大年纪了，做了有进步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嗯，他会尊重我的意思了，就是说我可以点这个了啊、嗯，我现在好像终于变成了一个大人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吃什么了，这是他这几年有一进步我。嗯，当然他进步了，我必须要表扬的一个，要必须鼓励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有阴影的。我每次点菜，我他妈还是很恐惧的，你知道吗？我这么大人了，我还是怕被他否定啊！这给我留下多大的心理创伤啊！这个事情。那你为什么跟他住在一个小区，或者是比住那么近呢？哎呀，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吧，是这样的，我先买了房，然后。他来我家，他经常会说的话就是把你的狗给撵走啊，或者说你家里卫生太差了，根本就不适合住人啊，诸如此类的特别难听的话。然后我就跟他，发脾气跟他吵嘛，然后大吵一架吧，差不多一两个月不说话了。然后他突然就在我小区旁边买了这个房子，我靠，把我吓得他。当然他也不来我家了，从此吵了架之后，他知道我也是他妈不好惹的，我也获得我自己的独立了啊！哎呀，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我就是一个严重被控制的儿童啊！你们家真的这个情况还蛮严重的。我觉得吧，大人了，健康突然出问题，或者突然出一个意外啊、车祸呀，或者他变老了呀，荷尔蒙下降了呀。这种时候他就会妥协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他们年龄也慢慢高了，他会变得温和起来的，他会反思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尝试去跟他沟通了，就是以一个成年人的大家平等的那种感觉跟他沟通。有时候还会吵架，严重的时候还会打架，但是你的立场一定要坚定起来，就是你要去表明你的立场，你不喜欢这样，你不喜欢被控制、嗯，你不喜欢吃他点的菜，你要跟他说清楚这些事情。嗯，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相信啊，再强硬的父母他也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就是明白了他必须尊重子女个人的意愿、嗯、你作为一个人你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他必须尊重这个东西。对，就好像父母他有没有学过或者读什么书来知道该怎么样去为人父母，他也是在这个实践中来学习的，所以说父母他也是需要被教育的。所以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他们永远不知道哎，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或者我说的这个话有伤到你。我觉得中国父母最主要的还是并没有跟子女进行一个平等的对话，就不会把他们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而是你是我的附属品，所以你必须得要听我的。我觉得很多家庭啊都是在互相伤害中成长起来的、嗯、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的一些父母控制欲会如此之强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儒教的国家吧、嗯、大家知道孔子吗？孔子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嗯，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哦、因为这个孔子学院嘛在国外也很出名的。对，他创造的儒家然后是影响了整个东亚社会、嗯、所以你看中国韩国日本、嗯甚至一些别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嗯、像越南这些、嗯、在文化上啊教育子女的文化上面都非常类似的。嗯，对，这个我也有发现。
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它跟这个父母控制欲强有什么关系呢？儒家思想的核心你可以总结为就是几个字嘛，义、信、忠、礼、仁、孝。其实孝应该摆在第一位来讲的，很多很多人或者很多研究儒家教育的人都是认为孝是第一位的。简单说一下，就指的是在家庭中孩子或者子孙的父母的尊重啦和服从啦。家庭是组成国家的一个单位嘛，在家庭内部呢，孩子就应该对父母 有尊重和服从，只有在家庭里面有了次序之后，这个国家整体才会有次序。我认为啊，这就是孔子儒教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其实这个儒家思想啊，说来它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几千年的这个思想，它在我们这一代真的还适用吗？你觉得它真的还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现代的文化吗？我觉得这些教条可能因为时间的改变啊，意义不完全和古代完全一样了。比如说就拿忠臣来说吧，忠放在现代就不一定符合时宜了，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你下级要对上级效忠嘛，但是如果在现代的话，比如说你的上级不顾原则和规章办事，那你还应该对他效忠吗？又比如说当你的父母在虐待你或者经常做违背你个人意愿的事的时候你还应该坚持孝道吗？我认为儒家这些教条在现代社会意识和价值观的冲击下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了。我想孝在中国还是比较强调的，就比如说我经常走在大街上面，就会看到那个墙上面会有那种宣传的画，画着一个小孩给他母亲洗脚什么的，这就叫孝嘛。你说的这种现象呢，今天在中国也是有的，比如说在很多学校呢，不是他会搞那种大型的集会吗？就是找一个教育专家来，然后告诉大家孝道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你必须尊重你的父母，然后爱你的父母，然后就具体到行动上是怎么去做呢？他们会在那个学校的广场上面，然后摆了很多那个水盆，然后让那个孩子给父母洗脚。就很壮观的一个行为，然后就展示你的孝道。是真的吗这个？对对对，你可以百度一下。就是总而言之吧，反正孝就是要听父母的话。就对，就是要服从，就是要听话。你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宝宝，就叫孝道。好，那除了这个儒家思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是导致了中国父母控制欲强的呢？我觉得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父母呢，他是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了相当少的教育，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生儿育女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学会怎么去做父母，他们的办法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比如说在你经济没有独立的时候呢，然后你特别想要一个东西，你就跟你父母提出要求，或者暗示他们你要去想去买这个东西。你买了这个东西呢，你就必须听他们的话，就是一种交易，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想给你一个物质，然后换取你的服从。小时候我们有同学，他想买一台电脑，然后父母就说你的考试必须要考到多少分多少分我才给你买。这其实就是一种控制啊，不仅是电脑和考试这个东西，从你很小的时候你想吃一个糖，他们都要用这个糖来控制你。我感觉你把父母描述的好邪恶。他们，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想这么多吗？他们有时候不是通过思考来得出来这个教育方式啊，纯粹就是他们下意识的一种行为。可能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对他们的。比如说我爷爷有三个孩子，就是一个我妈，两个我舅舅。我小舅舅特别喜欢一个玩具枪，对吧？然后我爷爷就打死也不给他买，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皮带抽下来，然后就开始抽我小舅嘛。他想说要通过暴力的方式让这个孩子屈服嘛。他打的那个严厉的程度，甚至到我就有一条木头板凳上面是有那个皮带抽的痕迹的。这太狠了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现象。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是导致中国父母控制欲很强的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吧。首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高考啊。高考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家的高中上大学的一个资格考试吧。然后你这个成绩呢，决定了你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上什么样的大学呢，决定了你以后的工作，
决定了你以后的生活的品质，然后决定了以后你的阶级成分吧。如果你家里没有矿或者没有权利，那么高考就几乎成了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方式嘛。嗯，就这个意义来说，高考就非常重要。但是我不太明白的是，高考跟父母控制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高考，这就是他控制你的一个方法，就是没有事情能大过高考，你知道吗？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你父母有没有给你定什么样的规则，就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允许做？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就是我喜欢去打篮球了，那真的很少时间去干这样的事情，基本上都要学习啊、嗯。然后，我喜欢玩游戏，但是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能玩游戏。就导致了我现在30多岁我还在玩游戏，就是去弥补我小时候留下的那种遗憾，你知道吧，可能是小时候没有玩够吧。作为高中生的话，他们确实是有很多事情是不被允许做的，就比如说、嗯、高中期间我们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嗯，不许，绝对不许。在学校里有很多规定，首先你必须穿校服，那名义上是说可以阻止孩子攀比了，事实上来说呢，它也是那个控制早恋的一个办法，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读书的时候不是很流行那种长头发嘛，男生然后染个什么颜色，这些是不允许的，然后男生戴耳环这些都不允许的。不允许，然后你不能穿的像我们学校里面他们用词是奇装异服，你不能穿奇装异服，然后女孩子的头发不能超过、嗯、这个位置还是耳朵这个位置，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规定的、哦、然后就是把每个人都打扮的像是一模一样的。其实限制是很多方面了，除了这些打游戏啊、嗯、做运动啊诸如此类的，你甚至你交的朋友家长都会限制，比如说有一些小孩看上去就比较叛逆了，然后你就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玩，如果你再跟他们一起玩，就有一种潜在的可能，就是你变得跟他们一样不听父母话，变成坏小孩，那就可怕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在我读书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看一些科幻小说呀，因为我特别迷恋那些东西嘛，喜欢幻想的小孩我是一个、啊、然后有一天我爸看到了，然后他就说你在看什么怪头怪脑的书呀，然后他就说这些东西不是课本，就觉得是我在不务正业，你知道吗、嗯、甚至说我看了很多科幻，有一天我就提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时间是什么东西，我期待一个哲学上或者说是一个那个物理上的答案，一个科学的性的答案、嗯、但是你知道我爸怎么跟我们说的吗、嗯嗯、他说你不要再看那些奇奇怪怪的书好吗，你的脑子都在想什么，你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但这个问题还好啊，挺正常的一个问题。现在我想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说，首先第一就是他的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了，他自己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小孩我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然后他就恼羞成怒了，他就说你怎么看这样的书，你的脑子怎么这么奇怪，不是他教育低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嗯、你知道吗？哦天哪，你知道我心里受多大的伤害吗？我就觉得、嗯、哇，我问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一个对未来多么充满希望的问题，你居然这样回答我，你这样对吗？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国的父母或者是老师也好啊，一般是不会愿意在比他们低一级的人面前承认自己不知道的，就是也许你爸真的不知道、嗯、那他完全可以告诉你，哎，我也不知道，哎，那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去找答案好不好，但是他们是不愿意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无知的。哎呦喂，你说这种家长可能只在电影里出现嘛，在我的家里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呀。对对，所以我是说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嘛，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放下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尊严来跟小孩承认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对对对对、嗯。你父母有没有做什么极端的事情在你高考的时候？是我的家庭是稍微有点特殊，在我高考的时候他们没有在我身边了，我是后来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了，我就是稍微有一点自由的空间。嗯嗯。嗯你知道关于高考我看了几个最不可思议的新闻是什么吗？嗯嗯。高考的当天哦。嗯，就像一种战争要来之前的那种氛围是差不多的、啊、就是首先有封路啦。哦、对，然后在学校那些小摊小贩啊，他不能出来营业，然后
甚至说你在复习的时候啊，你周围邻居有制造什么噪音之类的，家长真的会去提了菜刀去上门去威胁那个人，叫他不要再制造噪音了，特别极端，特别夸张。从这里你就看出那个高考是有多重要，然后准备高考是有多重要，然后监督你的子女去高考是有多重要。嗯，他们会做出各种各样很非常极端的事情。我记得我弟高考的时候，我妈就专门的在那个我弟高中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在那里照顾我弟的生活起居。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他给我弟的心理压力会更大，因为觉得父母都已经是奉献了这么多了，而且还跑过来专门照顾我，然后如果我没考上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就是我会让父母失望。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弟还给我发了信息，就是表达他这方面的心理压力。我觉得当时可以看出来他是有点抑郁的。你知不知道在中国有几个特别擅长高考的学校啊？就是有一个叫环港，还有一个地方呢就好像在河北，那个衡水是吧？对，衡水高中。然后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歇斯底里了，就是你每一天早上可能五六点钟就要起来叫跑操，但你跑操的时候不是在锻炼身体，你是拿着一本书边跑边看。然后在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你看那些学生的餐桌上面他堆了多少的那个教科书，就是垒到高的来，你看不到那个人了，你的人就淹没在书本里面了，一点都不夸张。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打饭吃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去学校食堂，不是在看书，是一群人排着队在那念书，就像那个和尚念经一样的。当然这几年这种现象才慢慢的得到一点改善，国家也出来一些新的那个规定嘛，然后就说小孩儿进了小学，他们不仅是那个文化考试，现在又增加了很多体育类的考试。哎，我觉得这样很好。是比以前好一点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希望慢慢的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就不一定要去参加高考，或者不一定要受到那个家长的控制，因为家长就说高考很重要嘛，他就拿着高考去控制你。现在的家长我还看到就经常去威胁的孩子，你要是高考考不好你就去进厂上班，因为现在也不准复读了嘛。当然我们作为大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你高考不行的话，其实还有蛮多的选择，人生嘛，对吧还有很多可能性嘛，不是世界末日。但你父母反复跟你说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他已经超过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对对的范围，他很多孩子就受不了，他就会崩溃，他的心理就会产生抑郁，就会有各种问题发生，然后对他心理健康不利，甚至还有自杀的情况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多半就是跳楼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真的有，我有听过，我还挺庆幸没有读的。你很幸运。对，我当时考试没有考上嘛，没有考上高中，我还挺沮丧的。大家都去读高中了，我唯独落下我。但是同时也给你了很多可能性，对吧？对，就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通过这种正式的教育来发展我个人的一些天赋也好，或者是这个兴趣爱好。不过我觉得这个高考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嘛，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父母他也是没有办法，他希望他们子女未来能够一片光明，所以他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必须要通过去控制他，或者是管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好，然后据我所观察的，我觉得家长不仅是在孩子读书时代进行控制，可能在他们长大成人甚至结婚之后都会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干涉。对，高考只是他们的对你整个人生控制的一个阶段吧，然后当你长大了之后要去恋爱的时候，他们又来就干涉你，让你去相亲。当然这几年好一点了，因为经过我们这些反抗者的不断的一些抵抗吧，然后父母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他们不能一厢情愿的就强加给你，尤其是婚恋的对象啊。但是这个现象仍然是存在的，好吗？你必须跟什么样的女生结婚，他根本就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共同的话题，你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一样，你们能不能就是有默契，有没有爱情，这个不在考虑之中，只要你们结婚了能够生小孩传宗接代，这个就够了。
有些人可能会问，那你可以不听你父母，你就自己去跟你喜欢的人结婚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国作为男性来说的话，他要结婚他就可能是需要购买一套房子，或者是提供一定的彩礼，可能就是适婚年龄二十七八岁这样子，你才刚步入社会工作没两年，你不可能有这么深厚的这个经济能力，所以你必须要靠父母。那父母可以讲，好，那你可以跟那个女孩子结婚，但是呢我不给你提供房子，我也不给你提供任何的经济资助。嗯，长大了之后他们还是有通过很多经济和物质方面的东西来控制你嘛。对。不过我觉得呀，就是很多人他结了婚之后，其实如果说经济已经独立了，就不要靠父母的话，还是可以摆脱他们的控制的吧。我觉得还是很难，因为对很多就是现代中国的家庭来说呢，经济还是一个首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你说父母退休了吧，很多家庭其实靠养老金他还是不能支持就是退休后的生活的。所以呢很多中国家庭他有一个思维，就是养儿要防老，所以父母会加强对孩子的控制啊。这样你当你老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就是说对你养老。但是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你控制的太多的话，他们总有一天就会反叛你，他们可能还很恨你，说不定真的不想帮你养老也不一定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想的那么深入吧，就是他们控制他们一方面也是出自于好心，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有好的工作，能够挣很多的钱，能够有一个好的伴侣。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子女的那个对他们的人生的规划是不是跟他们父母的那个规划是符合的，我觉得矛盾在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基本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吧。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那种父母比较强势的家庭，他的孩子就会比较内向，比较没有自主的能力吧。就是比如说我舅嘛，他就非常的强势，然后他很有主见的，就是他就做一个决定，就是人家必须服从他，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管理者吧，习惯了下命令的人。对，他下命令，他对他的孩子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我的表妹嘛，我就会给他很多学习，去让他参加很多兴趣班学习班了。比如说他小时候要学钢琴啦，然后他要学数学啦，他要学英语啦，你要必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父母就通过这些东西去控制孩子，想把孩子塑造成像捏那个橡皮泥一样，捏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把你塑造成某种类型的人。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是蛮辛苦的。但你可以说这些小孩可能以后很厉害，可能他律师医生，但是作为人的部分，就是这个人的心智他真的健康吗？他真的快乐吗？就是这种关注我感觉是比较缺乏的吧。就是我经常去外面打球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孩子，然后他老爸每天带着他去打球，然后都是以一种批判的语气说，你怎么别人都能做到你做不到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怎么不行呢？他孩子就拼命的去表现，想得到他父亲的认可，他父亲就永远都不会认可他，你知道吗？我就做了一件多事的事情，我就有点共情他的孩子，我就上去跟他父亲说，我就说了一句他妈很欠打的话，那我就说应该对你孩子进行爱的教育啊。他的反应就是唉，没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孩子真的好可怜，他为了正表现哦，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极端很歇斯底里的样子了。我就觉得他的孩子啊已经很不健康了，就很危险了，所以我才去提醒他一句的。 OK， 对，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有一次我们在中山街头做采访嘛，当时就碰到一对父子。我也在然后我们就想采访那个男的，但是那个他儿子就其实看起来就是比较内敛不太想说话的，然后他老爸就一直推他，就说你去嘛就是表现好一点嘛什么之类的。可是我看他老爸站在那里就是很有威信的感觉好可怜啊，就是他其实内心真的很不想被采访的，然后搞得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采访他了。这个很典型了，就是很多家长都是这个样子。对，还有一种你应该也听说过，就是父母可能跟他们的好朋友一起出去聚餐呀，或者是到他们家去做客，然后就会说，哎，儿子给他们拉个小提琴，或者是表演一段。哎呀，我操，是这样的。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在这种父母控制下长大的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有聊到这个可能因为压力过大而自杀呀，然后会导致他们内向呀等等。你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那个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人会丧失那个创造力了，因为他们长期比如说这孩子没有、自我思考自我思维的能力，都是让他们父母来做主的话，就是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他不愿意自己去思考、然后什么都是 要别人给他下命令他才做的，就变成一个好像机器人一样。一个机器人怎么会有创造力呢？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去多看多读还有多思考，就这样才能让你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对你自己是好的，对你的心理健康、对你的思维。对， 我有听过很多人说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选的专业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大部分都是他们父母说这个可能你以后找工作好找，可能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前途啊。哎，怎么说呢，当你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对吧，你根本都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你还是很迷茫的，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就已经被父母长期的控制了，所以你的自主性独立性判断能力越来越低，你没有他们跟你说下一步怎么做，你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所以你只能听他们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对，包括我现在我都还是很迷茫的，三十多了我还是没有方向，我到底要干什么要发展什么。哎，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有点就是让我想起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还蛮出名的一部美国电影叫毕业生。没，就是讲的这个男主他毕业之后父母啊包括他身边的一些长辈对他的期望都很高，但是他自己内心是非常非常迷茫的。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我中国的一些大学生或者是毕业之后的这个应届生的一个写照吧。我们刚才说的像我妹那样嘛，就是他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娱乐嘛，他就会沉浸于 iPad 啦，沉浸于就是在一些虚幻的幻想的东西当中去麻醉自己。很多孩子会沉迷于游戏，对，就是因为在游戏里你尤其是网络游戏，你可以在游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可能会有那种强大的感觉。是的。甚至不是玩游戏，就是在网络社区里边，然后你有一些朋友，然后你跟他们聊得很好，你就是你逃避现实的一个方式，你可以跟他们聊天中获得慰藉。这样的情况就会让他们就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面跟人交流或者是玩游戏，就是逃避现实嘛。然后呢你还是逃不了，家长还有办法抓到你，他们就会说你这孩子可能是上瘾了吧，就是像是药物上瘾一样的，需要治疗。对，你需要治疗。那社会也因应他们这种需求啊产生了一些对应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教育机构啊。中国有一个教育大师，他的名字叫杨永信，然后他开了一个戒网瘾中心，那些家长就会花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教育中心去。这些教育中心主要是做什么呢？首先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军事化的管理，就像在军队里面一样的，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啊。最重要的地方就还是那个，就通过一种暴力的方式把你一些叛逆的小孩治疗过来，他认为你是一种病是可以治疗的，然后他们吃的很差劲，就是吃发霉的东西啊，就但这些都是受害者后来就出来的时候他们指控那个学校虐待他们的时候说的嘛，一些证词嘛。然后他会把你关小黑屋惩罚你，这小黑屋里面你是没有东西吃的，三天五天囚禁你在里边，从心理上和身体上就折磨你。他们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东西，就是他们会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帮你戒除网瘾，纠正你的行为呢？他们会用电击，就是在你头上绑了一些电极啊，让你受到那个身体上的痛苦，很痛苦，你又没有办法挣脱，然后就是让你去背一些儒教的一些四书五经啊，就是说你做小孩应该怎么样，就让你反复的背，让反复洗脑，然后你出来之后就肯定要服从父母了，这就是他们教育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呢这些孩子出来以后呢，他们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不是变得更好了，不是服从了，反而变得更差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说就问他的妈妈或者他爸爸，你是不爱我了吗？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我很想说那个就是他们就我之前跟你讲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关于那个父母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的话也会把他们送进这种所谓的会的会的
机构去矫正，然后用什么电击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那个性取向给掰回来。嗯，都是很中世纪的方式啊，现在也是普遍存在的，有这个需求吗？你觉得这些曾经被父母控制的小孩，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他们有一天或者甚至是现在已经成为父母了，你觉得他们可能会成为像他们父母一样的控制狂父母，还是会因为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变得不一样呢？我觉得两种都有，当然大部分时候我看到还是挺悲观的情况，就是他们的孩子可能就直接变成了父母的复制品了吧。长期在这样被父母控制的环境中长大嘛，很多时候你耳闻目染，从心理上你已经逐渐的变得类似于这样的人，你也是这样去教导你的孩子的，就变成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循环了嘛。对，可能他也没有别的榜样可以去去学习，这就是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了，没有人甚至动物喜欢受到控制嘛，因此呢社会必须建立起尊重个体尊重选择的基本的一个意识，一个公共意识，要把这些基本的意识写入法律了，让法律保护所有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基本的权益了。对，而且希望就是可能我们九零后未来零零后的这些人长大然后成为父母之后，也许他们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或者他们接受的这个思想不一样，也许他们也会在慢慢的改变。嗯，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八十后你们九十后对对对，还有更年轻的零零后，他们可能思维就是更加先进了，更加那个开放了，同时他们也是受过教育的，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哈。好，说得非常好，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差不多也结束了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请给我们点一个赞，然后转发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对于这期话题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好，拜拜 Kirk， 再见再见再见 Eileen， 再见，拜拜各位观众。 OK。